原标题，名气不大的一位开国少将，孙女被誉为中国第一美女。在战争年代，无线电通信非常的重要，被誉为是千里眼、顺风耳，对战争的胜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位我军无线电通讯的主要创始人和组织者之一朱虚之。提起朱虚之这个名字，想必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说过，名气确实不大。先来看看他的履历。朱虚之原本是国民党的通讯兵，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八期。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红军的时候，朱虚之弃暗投明，加入了红军的队伍，从此成为我军无线电通讯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了八路军无线电大队副大队长，在许多关键战斗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到解放战争，他已是第四野战军司令部通信部的政委。1955年，时任空军干部管理部副部长的朱虚之被授予少将军衔。朱虚之虽然名气不大，但是他有的孙女可谓是妇孺皆知，他就是著名主持人、歌手、演员朱珠。朱珠无论是颜值还是才华，那都是顶尖的。他曾五次入选全球最美面孔，被誉为是中国第一美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